呀！小秀，哼，自ら怒りを買うとは向こう水な豚野郎どもめが。社長、我々の次の目標は誰ですか？ご指示を。上海で一番の洋服店はどこだ？評判から実力合わせ、上海で一番の影響力を持っているのはやはりドン・シャオジー経営のツーローラン。必要なのはツーローランだ。はい。お前は表に立つな。このことは斉藤君に任せればいい。はい。学生啊，哎，快带李公子到后面去挑选布料。好嘞，两位这边请。好，来来，放这边。师傅，董老板怎么样？还满意吗？满意，非常合适。装上去我看看。那好，董老板您先去忙。好好好好好。啊，先生，请您转过来，您看看这肩合不合适。赤诚啊。哎，师傅，我跟你说。林老板这套西装我已经答应他了，两天之内来取，你抓紧时间。好，师傅，您放心吧，我一定给赶出来。好，
哎，红玉，等等，等等，等等！哎，伙计，拿这块布我看看。你那画的对吗？对啊，师傅。你好好看看。嗯。肩宽，师傅，我错了。我说红玉，你上点心好不好？ 这么一个好布料，差点毁在你手里。哎，好嘞。红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我谢谢长，您做好了好了，我来吧。做一个好裁缝，首先要有个好眼力。放心吧。俗话说得好，手到心到，一个好裁缝就是一把好剪刀。看看。 这个弯一定要是这么拐，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师傅。这个地方一定要留有余地，看吧。直线的时候不要犹豫，往前推，推，推。 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师傅。哎呀，红云呐，我希望你啊，在这方面用点心。你看看你大师兄，啊，春生现在都能带徒弟了，可你呢？春生啊，哎，有时间下去，让他们多练一练。是。 师兄，要问，这位先生找您。啊，您好，有什么事情？我想找董老板，有笔生意上的事情想和他洽谈，拜托了。好，这边请。请。请。这边，这边请。哎，这边，这边。哎，您看我这衣服啊，这做工，这领子，哎，您看这衬，哎，都是好。师傅。 姐，一定要是这样来的，懂吗？哦，您过来，我帮你看。有人请师傅合身的地方。下面这位就是董少基董老板吧？正是。哎呀，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不胜荣幸，荣幸之至啊！春生，这位是啊，请问您，鄙人斋藤永夫，近日不请自来，打扰了。对，打扰了。这么改。斋藤永夫。 您是啊？对，日本人，准确的说是客居上海的日本商人。啊，对，哎，您看这，这是我的名片，可以，请。鄙人在中村商贸株式会社供职，任商社副理，咱们一会生二会熟，以后就是朋友了，请董老板多多关照。好，里边谈吧，请。 春生啊，倒茶。哎，中村先生，请坐。啊，对不起，刚才给您的名片是我们中村社长的，今天我奉社长之托，前来和董老板商量一下关于收购贵店的相关事宜。收购紫罗兰？是。斋藤先生，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不，这个动议是我们中村商社董事会研究决定的，绝对不是玩笑。至于价钱嘛，好商量，只要谈判成功，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约。这是相关的事宜，请您过目。斋藤先生，请恕我直言。 您就是出多么高的价钱，我也不会把紫罗兰卖给你。紫罗兰能有今天，那是我怀揣小剪刀，挑着箩筐走街串巷，
拼了20几年打下的基业，我还留给我子孙后代安身立命。宋柯，请。董老板，我们中村山社真心诚意地想跟您合作，难道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吗？斋藤先生，我是否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走吧。 董老板，我非常的遗憾，告辞。不送。 师傅，这个日本人今天到我们这儿，张口就要收购紫罗兰，怕是来者不善呢。哼，紫罗兰不但遭到同行的嫉妒，就连东洋人也都盯上了。这些日本人太可恶了，他们在上海哪里有赚钱的生意，就把手伸向哪里。师傅，怎么办？ 现在东洋人在上海的势力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做每件事情要倍加小心，不能有半点差错。董小姐は図らざを言わないだと。はい。斎藤はこんなこともできないとは。なんて使えないやつだ。 また図老らにやられたら我が中村商社は孫風洋副業の計画を独占される。成功しかない。失敗は責任。はい。社長、失敗するより力ずくでいきましょう。奴の家族は？妻一人、息子一人です。息子？なんて名前だ？何をしている？ドン・フーパーです。何をしているかは分かりません。 すぐにやつを内情調べて機械に乗じろ。はい。阿英啊，别乱动。我跟你讲啊，一会儿太太会陪老爷下来吃早饭。哎呀，别动。我跟太太介绍你的时候啊。 你要规规矩矩的，千万不要乱说话，知道不？舅妈，我晓得了。少爷，早饭都弄好了。不吃了。这么早上哪儿去啊？哎，你帮我看看，别正吗？哎呦，有点歪。哎哎，你拿着。 少爷，你一边走一边吃不好的。阿英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人家董少爷连正眼都没看你一下，像没你这个人一样。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你就跟你那个死鬼舅舅一样。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谢谢，走吧。恭喜恭喜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这边啊。啊，陈杰啊，我给你介绍两位贵宾啊。这位是上海警察局孟汉彪孟副局长。孟局长您好。
一点小意思，。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再看。什么呀？法国最新款的内衣。真的，特别漂亮。行行行，你先到那边坐会儿去，我还得招待几位贵宾。行，你先忙，待会儿见啊。好。邓杰，你这个同学还蛮有风度的。你要是不说他是个小裁缝家的，还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他是哪个阔老的儿子呢。哼，兜里铜板不趁几个，穷讲究倒不少。小裁缝就是小裁缝。哼，走。先生你好，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为什么？这里是为日本贵宾专门预留的区域，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日本贵宾，中村先生，什么意思？你们这儿中国人、日本人还分呢？没有，先生。日本人比中国人高贵是吗？福宝，你也来了。伯伯，你还是很重同窗之意的嘛。登阶大喜的日子，我肯定得来呀。伯伯，哎，我不怕你不高兴啊。这今天只要来这儿的都是给登阶道喜的，对吧？都是客人，怎么还分什么日本贵宾、中国贵宾呀？哎，爸，怎么还不让中村先生就坐呀？登阶，什么意思啊？怎么还分个三六九等啊？你把中国人和日本人？你看你阿宝，你哪来这么大火气？我就是问问怎么回事。先生，算了算了算了，这位先生，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闹不愉快，岂不太上风景了？啊？再说，这里有好多位置，我们可以和这位先生一起坐下聊聊。先生，请坐。阿宝，你，中村先生，都是我安排不周啊，实在抱歉了。算了算了。一件小事，刘先生不必放在心上。好好好，那中村先生入座。请请请。都是你干的好事，找那些阿狗阿猫那些小瘪三来添晦气百姓。哎呀，中村先生，今天的事情都有得罪了。你放心，你们进大陆银行与日本京都银行合作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亲赴日本，签订正式合约。好。哎，刘少爷。哎，中村先生。刚才那个年轻人，是哪家的公子啊？哎，他哪算什么公子啊？他就是一个小裁缝。他爸叫董少基，在上海滩呢开了一家服装店，叫紫罗兰，倒还算是小有名气。他是你的朋友？他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啊一起在圣约翰大学
还是一个班的。他这个人呢，生性慵懒，整天游手好闲。刚才多有得罪，您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哎，不不不不不，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很有性格。今天生意不错，我和太太啊商议过，除了像往年每人发了一份红包之外，今年每人再发一份烟茶，再加五尺包泥。大家辛苦一年了，是该得个奖赏了。谢谢太太。老爷，今年咱们店里刚刚买了几间大房子做工作坊，这款子啊还没还清，年初又给大伙加了工资，前不久又替少爷还了一大笔赌债，这银根呢一下子紧了，要不烟茶和布料就免了吧。银根虽然紧，但是这是我的一番心意。紫罗兰能到今天靠什么？靠的是这帮师傅和这帮伙计没白没黑干出来。是啊，只要阿宝信守诺言，不再赌，不再挥霍钱，我相信紫罗兰钱的问题上就不会再愁了。自从阿宝毕了业，这半年来啊，他是没进过一次赌场，看来是铁了心戒毒瘾了。说起来啊，也怪阿丽这姑娘命薄，年轻轻的就死了。咱们阿宝是一时心里烦闷去赌钱的。屁话，这能怪到旁人吗？都怪这小子混，没听说过心情不好就赌钱，真是笑话。等他把我的家业都赌光了，我让这小子当瘪三儿睡在马路上，那日子可就好过了。如果阿宝再不成气候，再不戒赌，我告诉你们，紫罗兰我就传给春生，我也不会传给达达。师傅，师傅，有人寄来一张银行汇票。汇票？哪儿寄来的？啊，没有姓名和地址。春生啊，把这个送回去。哎，汇哪儿啊？还是老地方。这个人呢，每年都派人给我送大洋，他是怕我送回去，所以今年改成银票了。又是那位先生啊？那肯定是他，送回去吧。哎，春生，我看这次就收下吧。那位先生啊，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些年每到岁末年关，他必定会送来一万大洋。你看，每年都给送回去，太不给您面子了。再说，这位先生现在是很有名气的人了。啊，宝宝，听我的，送回去。是我过去救过他一条人命，可是日后我并没有让他知恩图报。再说了，这种人的钱来路不清，他的钱我是分文不要，送回去。啊，是师父。ズローラの息子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やつじゃないか。いや、遊んでばかりの坊ちゃんです。恐れに足りません。しかし決して油断はならん。絶対無理はしてはならん。では社長のおっしゃる意味は？斉藤にもう一度ズローラに行かせろ。高難療法をうまく使い、警告するんだ。はい。戴腾先生，我上次跟你说的是非常之清楚了，您就别再难为老朽了。董老板，别误会，我此次前来呢，不一定是谈生意，我就是想顺便拜会您一下，主要是想和您这位服装界的前辈交个朋友。啊，董老板，您知道我们市长中村健郎先生吗？
哎呦，真是抱歉。哎呀，老朽只知道低头做自家的生意，对外面人和事一概不知啊，真是孤陋寡闻。见笑了，见笑。不知道中村剑南没关系。中村幸雄这个名字啊，董老板肯定听说过吧？中村幸雄，你是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那个中村幸雄？你这个徒弟很有见识啊。中村幸雄先生是我大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驻沪屯兵，专门保护驻沪日本侨民的利益安全。董老板有所不知啊，中村健男先生正是中村幸雄少将的胞弟。是这样。我们中村县长喜欢结交上海各界的朋友，上社在上海创立以来，我们收购了几十家知名的商行，这些商行的老板都很配合，当然也有不识时务的。黄埔大药房的林老板林百万，您认识吗？林老板我认识，他是我们紫罗兰的老顾客了。哎，对了，上个月还在我这做了一套西装，到现在还没派下人来取。哎呀，很可惜呀、啊。他以后再也享受不到紫罗兰精美的手艺了。董老板有所不知啊，林老板前几天遭遇车祸，横尸街头啊！哎，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呐、啊！斋藤先生，你是在威胁我们吧？不，千万别误会。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京城送客，不用，请留步。师傅，看来日本人是盯上紫罗兰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收购咱们的紫罗兰，谁呀？是一家日本商社，看样子早就盯上咱们家了。来者不善了。阿宝，听你爸说呀，那家日本商社来头不小，势力很大呀。势力大怕什么呀？咱们就咬准了，死活不卖。怎么着，他们还能明抢啊？事情没那么简单。听说你林伯伯不愿意把他那黄埔大药房卖给他们，结果没几天，叫汽车给撞死了。是那家日本商社的人干的吗？不是他们干，你说谁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哎，那他们也太嚣张了吧！这个社长叫中村健男，听说他的胞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什么少将旅团长，否则能这么嚣张吗？啊，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哎，我就不相信，他那个胞兄还能就因为咱们家这紫罗兰不卖给他，他们还能对上海动兵啊？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有那么大的本事。哎呀，行了行了，快吃吧。哦，吃饭了，吃饭。请问你们这是？大师兄他们？什么事？这位师傅，这些是我从日本国请的服装设计师，今天特意来与你们切磋。切磋？刀总，嗨！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啊？是啊，没事，没事了。哎，你们干嘛？这位师傅，请听我解释。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紫罗兰的兴旺与发达，我们可以共同携手，一起壮大紫罗兰。你们这是什么行为？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强盗行为！哎，住手！师傅，师傅，不好了，店里出事了。什么事儿？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大帮子日本裁缝，您赶紧去看看吧。快去看看。哎妈，我也去看看啊。哎，阿宝，哎呀，你凑什么热闹？那您继续吃吧。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在这做起衣服来了。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哎哎，干什么？对不起，对不起，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董老板和董少爷，就把服装设计师给找来，实在是抱歉。我知道，董老板是不会出让紫罗兰的，所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合作。换一种方式？请，我这是听我把话讲完。为了使紫罗兰的西装有国际水准，我们特意从日本请来了一流的服装设计师。二位请看，他们各个技术精湛，都算是从于欧洲大师，深得西洋服装制作的精髓，远胜于你这些江湖小裁缝。另外，我也希望紫罗兰能生产出我们大和民族的优秀服装和服，供给我们的日本友人。哎，我想问问，如果你这种经营方式我们不同意呢？那就必须交出紫罗兰。你说什么？那你这是想明抢是吧？董少爷，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说，请问您贵姓？鄙人斋藤永福。哎，来，我跟你说说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过来啊。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俊杰，就是说，当有人欺负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狠狠地给我打！千万别闹出事儿来！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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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回去干活。快点回去，散了。走走走走走，干活干活干活，走。バカ！大胆にも斎藤と設計士を殴るとは。はい、奴は野蛮です。絶対に許せません。你可得改改你的坏脾气。光图一时痛快，这要是惹恼了日本人，那咱家麻烦可就大了呀！凡事都得忍一忍，懂吗？忍一忍，忍一忍，您就知道忍一忍。那日本人有多气人，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们给惹恼啊？来了那么多的日本裁缝，说呢要跟咱们家合作，那咱家以后甭做洋装了，直接做横幅不就完了吗？再挂一日本国旗。你真是匹夫之勇，你也不想想啊，这细胳膊能拧过粗大腿吗？那您什么意思啊？那以后咱家还真变成日本店了？这么和你说吧，阿宝，现在上海滩快成了外国人的天下。我刚刚去过同业商会的于会长那儿，我想让他呀在这件事情帮咱们通融通融。可是这于会长，哼，愣是躲着不见。这人心真是难测呀。这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在所有的人吧，一见这日本人都跟见了祖宗似的，都害怕。所以说呀，您求谁都没用，咱家的事儿啊，还是咱家自己想办法。我说阿宝啊，你这些年的洋墨水白喝了是不是？中村健男他有日本人撑腰，他手里有枪有炮啊。我总觉得呀，您想的太多了。那小日本敢对上海动兵啊，他没那么大的胆儿。可是他，哎呦，我跟您说。我在登基的婚礼上啊，见过这个中村健男，没您说的那么可怕。我是觉得呀，现在所有的人一见着小日本都点头哈腰的，咱们给他点横，他可能就知难而退了。没有像你想那么简单。
师傅，师傅，贾琏啊，哎，你是本帮的小老大，我走之后，你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沉稳，切不可轻举妄动。知道了，师傅，有事儿我一定会派人去宁波向您禀告的。先生，时候不早了，我们启程吧。对了，贾琏啊，哎，新赌场的事情要抓紧筹办，千万不可走漏风声，惊动了孟汉彪、竹铁山。等我料理完老太太的后事，一回来就选个黄道吉日，马上开张。知道了，师傅。还有，与中村商社的烟土生意也要格外小心。货一到黄埔码头，立即通知中村先生。明白了，师傅，你就放心走吧。姓高啊，哎，师傅，你是老堂口了，又是大师兄，遇事要多帮衬你师弟，明白吗？我明白了，师傅，你放心吧。嗯，走吧。师兄，你说师傅亲娘的死，是不是洪门干的呀？除了洪门还能有谁呀？前阵子我去乡下，老太太还好好的呢，眼下说没就没了。孟汉彪和竹铁山这两个杂碎，竟然对一个老太太下手，简直太可恶了。阿英啊，我的心思你们老板娘都跟你说了吧，小宝贝儿可别错过良机哦。朱老板，你真是太抬举我了，你经常来为我花钱捧场，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还哪敢高攀做你的姨太太呀。老板，什么事儿？大哥找你。这个月的月俸没送过去？送去了，我亲手交给那个俄国女人的。那还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不知道。真够败兴的。来。哎，阿英，朱老板怎么没跳起许就走了？他被带手下叫走了。放屁！准是你惹他不高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得罪了朱老板，看我怎么收拾你！他明明是让人给叫走的。哎呀，你这个小贱货，居然学会顶嘴了！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别以为老娘我拎不清，不识相的东西！先生，您慢走。朱老板来了。金娜，大哥到了吗？临面。好，您忙吧。好的。大哥，竹铁山，你就是个饭桶，整天就他妈知道泡舞厅，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的。大哥，出什么事了？你还有脸问我？